第一千二百零八集，乱世重点建新城。杀了你，大长老几乎要哭出来。若是我们能杀得了你，那么你宁天涯还能活到现在呀？开什么玩笑？与你一战，九重天够资格与你一战的，也就不留情而已。或者法尊大人、武大人。 或者风月夫妻会有这种实力，但却绝对不是我们呢。今天我动了杀心，非杀不可。宁天涯的眼中逐渐露出锋锐的杀气，所以站起来与我一战吧！不要让我看不起你们蓝家，宁前辈饶命！ 小人真是不知道。一片的求饶声。战，开什么玩笑啊！面对宁天涯，谁敢一战？就算蓝家的老祖宗蓝不悔在这儿，也绝对不敢说与宁天涯一战呀。宁天涯眉宇间厌恶之色越来越浓重。若是他们能够站起来与宁天涯一战，说不定宁天涯还有些感叹他们敢做敢当，说不定会出现什么转机。 但现在的样子，宁天涯却只有厌恶。难道你们就只能欺负一些很弱的人？遇到强大的人，你们就变成了软骨虾吗？什么时候曾经叱咤风云的九大家族变成了这个样子？既然如此，就去死吧！宁天涯一声长叹，手指下落。 啪的一声，拍在三公峰的额头上，一声轻响，三公峰两眼中发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，身子缓缓的软倒在地。宁天涯杀心已动，他可不管别人反抗不反抗，杀心从不轻动，但是一动便不可收拾。在这个世上，能逃过宁天涯追杀的人，还真没有任何一个。噗噗噗，又是三人软倒在地。 拼了！就算他是宁天涯又怎么样？大家一起上！大长老飞身而起，眼中的畏惧变成了疯狂，但是却在往前冲的那一刻，脚尖一挑，将一个倒霉鬼踢起来，迎向宁天涯，自己却鬼魅一般的后退。宁天涯长叹一声，一手拍出，大长老正在飞退的身子，突然如同被雷电猛地打击了一下，一阵麻痹。 随即就从空中摔落。兰家人从四面八方扑上来，宁天涯的眼中掠过了一丝悲悯，突然全力出手，毫不留情。只不过半盏茶的时间，宁天涯从天兵阁旧址走出去，一身青衣，一尘不染。他站在天兵阁旧址门前，稍稍的停顿了一下。兰家应该是完了。 然后就转过身，头也不回的走向皇宫。天兵阁旧址之内一片平静，连血迹也不见半点。刚才那些参与战斗之人都已经不知道去了何方，或者唯有挖开脚下的泥土才能够找得到他们。宁天涯并不知道，上一批前来铁云的兰家人就是被楚阳杀死之后埋在了这里。如今这片土地之中。 又一次埋上了蓝家人的尸体，两批全是蓝家精英。不知为何，自从楚阳离开了这里，这个地方似乎就成了一片良好的坟地。楚阳杀人选择在这里，宁天涯也同样的选择了这里。在宁天涯杀人的同时，楚阳等兄弟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。 天蓝城进入了天昏地暗的重建工作之中。莫天机也真是有气魄，直接将所有能够调动的人手全部征用，足足数十万人在这里工作。一道道命令从莫天机的口中流水一般发出，丝毫不乱。一批人专门负责将已经是半废墟的房子拆掉、推平；紧随其后的一部分人就是负责清扫，挑选出有用的物资堆积在一边。 随后就有人开始搭帐篷，另外四批人四面八方动员百姓先住进帐篷里，同时又有好几批人开始做饭。与此同时，轰隆隆开过去的区域便开始建造。全城的医者都被统一在一起，分派成八个队伍，八个方向出诊，先治疗伤患。有些医者不愿意白劳动，提出了条件，刚提出来就被莫天机下令。 咔嚓一声，掉了脑袋。不听号令的，可以；你的脑袋是有用的，拿来示众。想要趁机作乱的，可以，脑袋同样有用。不管你之前是什么人，都没有身份。但是此刻不服从命令的，统一干掉。莫天机用一种铁血狠辣的雷霆手段，在冷漠冷静却最高效的进行着这项工作。 附近的几个兰家的附庸家族被莫天机完全收编，有两个家族想要反抗，莫天机一声令下，九节兄弟立刻出动，半夜之间，上万的人头堆积成山呐！乱世需用重点，莫天机如此说道：“杀人是罪，但杀一人乃是为了救两人，则是功。”莫天机如是说。 乱世趁乱聚财者死，趁乱打劫者死，不服从号令者死，服从命令迟缓者死，见死不救者死。在莫天机严苛的法令之下，天蓝城在一片混乱之后，秩序居然达到了大同世界的标准。随便一个废墟之中就有财宝，或者黄金白银，或者紫金白金。 闪闪发亮，但是却绝对没有人敢捡起来放在怀中，只是静静的全都堆积在某个地方被统一调用。有人哭嚎：“这是我家的，必须给我。”那么下一刻就是钢刀砍来，人头落地。莫大人说了：“你的命都不是你自己的，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。” 我只看重建之后的母亲城，在重建之中，任何阻力，我只有一条法则：杀。或者不是最接近人性，但在这等时候却是最有效的办法。某一个区域中，若有人冻死，负责发放资源的人死；若有人饿死，负责做饭的人死。短短几天，天蓝城面目大改。 我可以让你们生活在天堂，只要你们听话；我也可以让你们立刻去地狱，只要你们不听话。莫天机近乎妖孽一般的统筹能力，近乎冷血的控制手段，近乎神话的算计，都在这场事故之中表现的淋漓尽致。所有剩余的财宝都被堆积在广场上，不用任何东西遮掩，就这么露天存放。紫晶、白晶。 黄金、白银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堆积如山。每天晚上都有人去偷，每天晚上杀的人都是不计其数。听你所听，想你所想，畅想听吧，你的快乐私塾，三 w 点 cxd 八点 com。我就是要用这种手段。 将这个城市中所有贪婪之徒全部引出来杀掉。既然这座城市已经因为我而死了四五十万人，那么我不介意将这个数字再扩大一倍。我只想营造一片乐土，任何破坏者都是罪无可赦。随着他冷漠的命令，一条条的规定被迅速实施。所有人还未有从之前的震动中醒过来。 就自然而然的接受了这天蓝城已经易主这一现实。无数铁骑狂风一般的奔驰而出，那都是带着莫天机的书信去招安兰家境内所有的附属家族的。莫天机县令，五天时间，五天时间，若是有哪一个信使没有回来，那么他所负责传信的那个家族举足屠灭。临去之前，先付了药的。 若是你能赶回来，却没有赶回来，那么信使毒发毙命，全家屠戮。五天之后，奥协云、谢丹琼、顾独行、寂寞罗克迪频,频频出击，一个个蓝家的附属家族被屠戮一空，血流千里。面对这种现象，奥协云曾经委婉的向莫天机提出来：“杀孽过重，有伤天和。”莫天机的回答却是：“此时该杀而不杀。” 就不仅仅是有伤天和了。纵然他们此刻顺从我，我还要考察一段时间呢。更何况是直接拒绝。他现在不服从我的命令，就算违心服从，将来也一定会有事。那就不如现在趁着乱世，一股脑全变成尸体。莫天机在巡视城池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这句话在以后的无数年中被无数的领主奉为宝典。 哪怕这个城市被我杀的只剩下一个人，我也要这座城市按照我的意愿来行事。若不然，纵然这个城市中有数千万人，但是不服从我的命令，等于没有。如此，不妨屠戮之。不得不说，在这样的混乱之中，唯有这样残酷而又高压的手段，才是最为行之有效的。 我喜欢听话的人。若你本来就是不听话的人，我也希望你在我的地盘上装也要装出一副顺从的样子，要不然你会死的。听话者不予奖励，但是若有谁不听话，暗中搞小动作，被举报之后，此人全家屠灭，举报者可以拥有这个人全部家产作为私人财产。随着一条条严苛的规定传达下去。 天蓝城，不，从现在开始被称为母亲城。母亲城天天都在杀人，到了最后几天，杀人越来越少，城市秩序却也是越来越好。这个城市乃是个公平的世界，莫天机如此说道。建造好了之后，所有人家的房子都是一样的，所有人家的财产都是一样的，没有穷人，没有富人。 没有商人，什么都没有。以后想要做什么，自己想办法；想要多赚钱，自己想办法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但是不要让我有杀人的理由。规则你们自己制定，我不管。但是若我认为你们错了，那你就要死。蛮不讲理的管理方法，残酷的统治形式，在这里形成了最高的效率。 楚阳都有些惊讶，在他看来，莫天机想要将这座城完全统治，完全的旧貌换新颜，在这样的废墟之上，最少也需要一年时间，甚至都不一定够。但是现在，在莫天机的强制执行之下，竟然只需要一个月。不管是武者还是平民，都是服服帖帖。杀了那么多人，居然没有人抱怨一句。提到莫大人。 居然都是这样的评论。莫大人虽然忒喜欢杀人了一些，但是人还是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这样的评价，不要说楚阳，其他的兄弟听到之后也是一个个惊掉了一地的眼珠子。你就不怕这样会把人全都赶走了？楚阳曾经问过。故土难离，面对楚阳的问询。 莫天机只是低声答道：“对于人来说，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就是他的根。大部分人不管中间咸鱼，都是宁可死也不会离开属于自己的这片土地的。当然，前提条件是有的，只要他在二十多岁之后还没有闯出去，就会如此。而且这里很公平啊，只要不犯法，就没有事。” 受了欺负还有人替他出头，这种世界在九重天也是独一份了。而且这些天里，我只杀人，并不制定什么具体的生活法规，但是却有人已经在根据我所杀的每个人在制定法规了。而且我无意中看了一下，已经差不多完善了，足足一百八十六条死刑，我很满意了。楚阳瞠目结舌。 这样也行啊，但他不得不承认，这样还真的可行。而且由民众自发的制定法规，远比统治者颁发要强。虽然实际上其实还是从莫天基每杀一个人的罪行中发现刑法，但是在民众心中，这样的法律却是的的确确自己摸索出来的。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认知：我自己制定的法律。 我自己岂能不遵守啊？第一千二百零八集到此结束，欢迎大家。